1923年10月16日，伫咧辉煌特迪士尼，佮他炸40块美金，佮一卷还袂完成的漫画影片，就来到美国好莱坞，讲要创业。后来华特所为米老鼠《木偶奇遇记》、小熊维尼等等的漫画，流行全世界，变成真一人当年共同的回应。 1982年10月16日，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吴英金驶美国19架机为山东半岛起飞了，降落伫南韩的汉城岛分自由。吴英金后日伫10月30日到台湾，伊是中华对立的时期出名反共艺术之一。2008年10月16日，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所提出的遗产甲政府税率的改革方案，将相关的税率为20%调降为10%，再变单一税率。 同时，将遗产税免税额由780万提悬为1200万，政府税免税额由110亿万提悬到220万。